你可有什么要对朕说的吗？臣妾无话可说。氨基酸维他命源注入水润营养，放飞吧，每一丝的柔韧秀发，就像我丝丝那么丝滑。百姓如此风纪龙芒，是谁在后面指使的？是掌管礼祀的太常寺按规谱之意点选官妓。此女是当选过洛阳花魁的燕子楼官妓尹瑞姬。抓住你的衣袖犯着。好久不见你了，武功进步不少。那当然，我现在的刀法那是炉火纯青啊。这个乌龟王八蛋胡说八道，我把他胡子揪下来。我就说嘛，皇上最喜欢公主了。就是啊。而且我们公主又漂亮又聪明伶俐，你儿子干嘛配不上她？配不上。阿紫，可是这公主府的开销款项全是从荣郎君那儿领了批条才能在府上领银子。青丘女帝白浅上神。先夫人在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排场吗？你提过要娶她吗？3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该跟你从何说起。最黑暗最绝望的一天。 Baby， 你妈妈一直说我老土，我就找了村口王师傅烫头，他就不会再来拆散我俩。 My Lady， 杀马特杀马特，西天吹西天吹吹吹，杀马特杀马特，西天吹西天吹吹吹，杀马特杀马特，西天吹西天吹吹吹，杀马特杀马特，西天吹西天吹吹吹。Butterfly， 你跟我一起唱，亲爱的你慢慢飞，亲爱的你跟我飞。